还挡住我了。宝宝把水关起来好不好？现在还不要用水，关起来，不要浪费水。推起来，推起来，推起来，推。按摩，按摩。嗯，按摩，刷牙。好不好？对着妈妈这边刷，好刷，上面刷，下面刷，刷干净一点。看妈妈刷。妈妈要动牙刷，动动动，刷一刷。宝宝要吐掉，呸！老师这边有招，嘴里的水要呸。不能咽下去。咽下去。不可以。不可以咽下去，要吐出来。啊，漱漱漱，咕噜咕噜就吐掉了。对，哎，好吧，好吧。咕噜咕噜，吐掉，吐掉。可劲儿了。宝宝吐下子吞下去肚子会不舒服啊，要呸呸呸呸，对对对，好吧，你有没有漱口？你有嗯，刷刷舌头，你要用有毛的那边刷，宝宝，你没刷到。刷完舌头还要再漱一次口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